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啊。好，这串的游戏呢是廖天丁日剧时期的义贼廖天丁，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在 Steam 上面呢有试玩版释出了，但是还没有正式版，所以呢应该只能玩第一章节而已。那这个副标题呢是写《西带凶贼的罪起》，应该用日文来念才对啦，就是 Kitai Kyosoku no Saigo， 就是绝代土匪的终结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始玩吧。风格非常的复古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做的还不错。好，开始第一章吧。新的旅程在大道城，有两个模式可以选，一个是侠盗模式，一个是凶贼模式。我们玩侠盗模式就好了。好，进去了。西元1895年，晚清帝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将台湾平和割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人啊时代。台湾人不愿受外来异族的统治，就安尼展开各种抗争的历史。一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异贼，伊处置欺压百姓的官员，替人民出一口气，伊去抢、去拼这些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济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大英雄。伊的名声叹全台。伊的故事同人知，伊就是传奇人物廖天丁。廖天丁开始了，好，他用全程用台语讲。吴露天，他的故事无人不知，他就是传奇人物廖天丁，这是说书的吗？就是吴露天。对，他是说书的。公够塞就是说书的。好，那庙口青年是阿林。露天师，你说你认识廖天丁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他以前常跑来城隍庙躲警察，都是我帮忙掩护的。阿林，是哦，拜托下次帮我介绍认识他。有什么问题？只不过怎样？只不过他很久没出现了，不知还能不能遇见他。OK， 哐的一声来了谁？就是那个大反派吗？王文长是鼎信茶行的老板，没缴租金就滚。哇，被打了一下。好，有话好说啊，王老板。被打了三下，对不起。庙口青年阿西，他叫阿西是不是？王老板，他只是个乞丐，别为难他吧。我管他是乞食还是食食，他占一个位置就该付租金。欸，乞讨也要付租金是不是？但是少啰嗦滚啦、啊！你看这些人有没有很细，每个都很怕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连后面这个也很怕，但这边就不怕了，为什么？好，不重要。好，一下秒杀了，要饭的该把租金算一算了吧。王老板，我真的没钱啦、啊。没钱，我注意你脖子上的铜牌很久了。这铜牌破铜烂铁不值钱啊。又一下，少废话拿来。哦，写光明铜牌应该也值一点钱吧。有人来了。是我们的阿林。去，谁那么大胆。吴露天，阿林啊，不要惹麻烦啊。王文长，放开你的猪手，否则怎样？否则廖天丁会来教训你的。点点点。好，他笑了，这应该不用旁白了。廖天丁笑死我了，他太久没出现了，搞不好早就死了。我倒希望他马上现身，好让我报一箭之仇。哼，是哦，你想怎么报仇？是不是廖天丁的声音？嘿嘿，这我想很久了。首先要先打断他的腿，让他也尝尝瘸子的痛苦。他是瘸子吧？对。哦，这个人好像快累坏了。不错不错，再来呢？再来就是，咦，是不是廖天丁来了？帅气。低头灯，这个不快啊！好，吓一跳。我喜欢他的表情。王文长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声音，这真是当年在士林街打断他的腿，还抢了他金库的那个男人廖天丁。看来上次教训你还不够啊，廖大，我叫廖大哎。好，警察来了，是日据时期的警官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吵吵闹闹的。警察大人，通缉犯廖天丁在此，快捉住他！什么是廖天丁？警察大人交给你了，那我先走了。超快，快！你去向上班队长报告，发现廖天丁了。嘿，走了。好，介绍一下基本的攻击。打不到。好，就这样。好。
然后可以了，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廖天丁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哎，他能骑脚踏车过去耶，哇，这好细哦。嘿，小声点，不然等一下又一堆警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林。阿林，你刚刚很勇敢，赞！这也是台湾人的气魄，这真是台湾人的气魄啊！天丁啊，你真是跑去哪了？大家都很想念你啊。说来话长，有空再慢慢跟你说吧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去教训那个猪头厂，把大家的东西拿回来。哎，这如果旁边全是用台语，是很有感觉。但是台语我好像没办法翻得很好。天丁老大，那个黄老板，跟他做惊讶你耶，恁较早敢有熟识？这样应该可以吧？以前在士林街有交过手，没想到他也来跑来大道城了。这王老板哦，开了一间鼎新茶行，他制的茶很难喝，但他很会巴结日本人。结果日本人就把永乐市场交给他管，他利用这点乱涨租金压榨市场的人，真是可恶。阿林，你知道鼎新茶行在哪里吗？当然知道，我现在带你去，走吧，天丁老大，天丁老大，天丁老大，好，等等，天丁啊，先放下这本书再走。书中世界教学关卡，好，大家熟悉一下。跳 ，space， 长按跳更高，两段跳，蹲下，蹲下加 space， 好 ，OK。闪避的话 ，shift， 跳 shift， 空中闪避，然后哇，中间的滑鼠中间也可以按得到，还用得到，这还蛮有创意的，可以了，还有吗？常驻武器攻击，就这样。哦，可以抢斧头哎、欸！呜，我说连段很厉害。在下好，可以丢掉。好，接着嘞，瘦身。哎、欸，我直接瘦身掉了。好。食用割包会恢复体力，那我想问各位，就是各位吃割包会吃皮吗？好，当我没说。存档，所以割包的皮各位会吃吗？好，弹反，可以了。OK， 走喽，进去。好了，要是你忘记书中内容，可以来找我，自己小心了。天丁大，跟我走吧。好，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是卖什么的？寿司吗？然后这三明治吗？还有红豆汤欸，阿全。来哟，好吃红豆汤，可以互动一些细节，有没有？乞丐在这里，好心的大爷救济我啊！是，欸，没钱装什么善人，你走吧。欸，他。有这么势利的乞丐吗？少年呢？要买画吗？少年呢？少年呢？好，普画西雪西画布，对，应该是从右念到左，以前是这样。OK， 没时间乱逛了，现在最好你就是去鼎新茶行找猪头堂算账。怎么知道我在乱逛？好吧，你这都知道。没走喽，你看这个有一个做一个深度的感觉，我就做的还蛮 OK 的，有一个那种。谨慎的感觉，然后这可以存档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这是果子铺，红莲寺，阿和伯。我这里的汉药最实在，来进来看看吗？先不了。高经理，我的糕饼很好吃哦。嗯，为什么他没把蜜？黄老板，要买布吗？我们的布料花色最齐全，布行的。哇，这个其实可以。各位如果玩的话，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它的这个街景，我觉得做的还蛮细致的，还不错。晒衣服这样子也晒出来。好 ，OK， 走林富镇商店，这里最多南北货，进来看看哦。好，以前的就是日据时期，所以穿和服，这旗袍。哇，这个画面以前应该是不会觉得很稀有吧？又是你，好，智利的又来了。要买砂糖吗？还是买米？欸，那个乞丐移动速度其实蛮快的欸。天丁大，前面就是港丁了，鼎新茶行就在那里，快跟我走吧。好，走，走走走，这卖冰的。好，到了，左侧通行。这是什么？布装？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！我跟你三次了欸。
哦，上面有人在看，两个在吵架吗？不重要。景文文景，烟酒烟草，前面就是鼎新茶行了，在哪里？哇，很大哎、欸！这个在以前算是豪宅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真的是规模非常大，还真大间呢、啊。好，阿里你先回去吧，再来就是我的事情了。对了，这个鼎新茶行里面很邪门，天津大你千万要小心。怎么样邪门？我听朋友说，王老板在地下室养了只猪头怪，比方才高，很恐怖、欸。猪头怪，哦，有这种事，那我更想进去参观了。那老大你小心一点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先回去吧。再来，这等天黑，猪头厂给你给我等着。好，等天黑吧。会直接黑吗？看来是直接会直接黑。可恶，竟然让我在街上丢脸。报告老板，假茶标签都换好了。卖假茶很好，去把那个打开。天丁今晚一定会来。不、哦、不好吧？上次打开差点把房子给拆了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房子算什么？我当初盖那个为的就是今天。今晚一定要廖天丁粉身碎骨。什么东西？大猪头吗？讲聊天顶，搁再倒转来大稻埕，无意哦，讲一个转来就拄到死对头王文强。王文强同款这么恶质。又搁伫咧欺压善良的百姓，天顶决定要来去顶心地下，替大家出一口气。啊，不过王文强嘛不是软卡鞋，早就为着今日的决斗设下天罗地网。到底天顶会面对什么款的挑战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一回，王文强金库抢完，好像在看连续剧哦。晚上了。该行动了，差不多该行动了。好，走吧。しっかりしろ。今度こそ両店長を逮捕するぞ。好，他自己已经讲了。はい。哼。范刚，别再吃了，去把二楼巡视一遍。是前辈。哈哈。胡子警部的嗓门真是一样大声啊！既然猪头厂找了警察来做帮手，那就不能从正面硬闯了。让我想想啊，从下水道进去好了。我记得下水道的维修口就在这前面，守门的涂壁仔，洗上面挖壁啊，应该是讲挖壁，好，应该在还在吧。前往下水道维修口，但它没有一个箭头诶、欸、有箭头是不是会好一点？对，河阳石沏茶，吃茶，那一天念吃，好。在哪里啊？这里哦，看到了。无图壁，它真的叫无图壁啊。图壁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在坐在地上？天天你回大道城了、啊？刚有个怪人把我打了一顿，还抢走我的钥匙。哎，金鸟这种事，我正想跟你借钥匙啊。谁？哪位？感觉很厉害，就是那个人，他抢了我的钥匙。好，抢回来。拜托你了，你要小心点，那个功夫很强啊。有我强吗？喂喂，飞檐走壁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看到了。喂，你抢的东西做什么？快把钥匙拿来。这时候是龙天，你是师傅？诶、欸、他师傅，教练店的师傅诶、欸、神隐门宗师诶、欸、亏你还记得。师傅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你待在山上，你一直偷跑。师傅，山上太闷了啦。山上哪里闷了？是你地性太差。哼，这本你先拿去练一练。这本是《流影拳》第一部《龙天》，需要消耗内力一格。流影拳乃神隐门之基本功夫，强调招不过山，势不用挠，是一套以速战速决为核心的武功。流影拳引第一部《龙天》，将正气凝于脚尖。向上弹腿至头顶以上，熟练者在施展此招时，能够顺势将身体向上飞升数尺之高。听着，下水道那里还有三本秘籍，你去把他们都找来练一练。这四招熟练后呢，我会再找你练一周。是。至于这下水道钥匙，自己上来拿吧。记得把那三本秘籍找出来。嗯，师傅真卑鄙，赶快送你拿钥匙吧。好。因为我现在只有两段跳而已，所以是不是要记住？哎、欸，我怎么下来了？我要绕一圈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各位，等我一下。
好，我又回来了。然后龙天是刚刚是什么？刚刚哦，莫名其妙上来了。好，拿到了，终于拿到钥匙了，赶快去找多比埃开门。走，不是多比埃，是莫比埃。走走走，龙天，龙天，好，莫比埃钥匙拿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多谢天天大，马上帮你开门。对了，最近很多浮浪者在下水道出没，你下去要小心一点。我知啊。好，走吧。好，可以先存档。好，走吧。直接下去，哇，下水道在这样，哦，这边是。可以毁坏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不行，这好像是灯，是不是？我来了。喂，喂喂喂，偷东西？哎，没什么东西，只有钱。OK。哇，这也是钱哎。蜘蛛锁。哦，中陷阱了，可恶。哎，啊！好，先抢他的东西，棍子是吗 ？OK， 这个是，这是有毒的吗？绿色的，欸、有，真的有毒。好，只能闪过去。好，这应该没毒。其实有武器比较好哎、欸。哇，好痛！好，再给我。好，过去了。可以吃挂包，好。哎、欸，这是有毒的，差点要忘记了。连段攻击，连段攻击。好，来吧。来，帅，再来。经典的击杀，这是什么？破2%常驻武器的什么攻击能力？好，哎，要自己开，呜、哦，差点掉下去。这边有两边可以过哎、欸，这边是什么？有人。锁住了。好，走这边。啊！戳到上面了。他的棒子，我拿到了。好，死了。走吧，下去。好，走。他其实动作算是蛮利落的，就是打斗的这个操作还蛮流畅的。这个能开吗？不能开。先丢掉了。好，我吃挂包了，可以再捡。哦，武林秘籍，刘影拳第二步，太好戏，踢给他死。好，叫踢鱼死。刘影拳第二步，踢鱼死，以凌冽矫健配合身法，无需起跑便能向前飞跃侧踢，使敌人措手不及而难以防御。神隐老祖曾切字小便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切字小便是。习武奇才，这个要好好念。对，好像会误会。不但熟悉汉人拳法，更深入台湾高山部落，与原住民学习山林中奔跑飞跃的身法，最后研发出刘影拳以及其他神隐门武术。好，怎么用？就这样。太好戏！哇，很厉害、欸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增加移动距离。哦，这可以直接捡。哦，这边没有了，只是一本武林秘籍，应该不从这边走，往其他地方走。连段攻击，帅哦！来，想干嘛？可恶，被打到了。
来吧，再来，好，死了。哦，又是道具，永久 buff 的，加二短筒使用量。好，这边，哎，拜拜，上去。等一下，按不到吗？没按到吗？还有这个毒呢？毒水好像受伤还好。棍子给我，我打打打打，好，铁门开了。哦，又是割包，先吃，要先吃，然后再拿。哎，哎，不是吃一个补一个吗？给我吧。好，搞定。小鲁鲁而已。哎，这个哦，木门可以打开。好，有很多钱。钱是到处可以买东西吗？闪过去。哎，上上。哎哎，好，先丢掉。没有办法，再来。嗨。死了。呜，身手矫捷。哎，这边过得去吗？可以，要那个梯。哎，没按到。哎，我在干嘛？好，这样按才对。哦，哇，这个好强！但是还是不敌我的威力呀、啊。喂、欸，好，死了。这可以打开吗？不行，上去，走，好，可以存档。哇，这个过得去。给我，给我棒子，其余免谈。可以下去，哇，好多陷阱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哦哟，好，死了一个吗？死了两个，哇，感觉好难缠，竟然叫我吃屎！好，又死了一个。哇，这什么？这丢钱吗？多来一点，还挑衅我。踢，好了，终结了。这又是什么 buff 的？瘦身时体力回复，成功瘦身的时候才会那个吗？好，这个是直接进去的。不过这里也有路欸，所以我现在到底是……哦，先吃。欸，这边可以。欸，上不去吗？上不去。所以刚刚那里要先进去吗？好像没比较快。好，一堆陷阱。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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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是永久 buff 的。
增加割包的掉落几率。怎么又是你？好了，原来是还是没开啊？还是没开？说上去吗？好，没事。这里。哇，从这里开，好，开了。哇，这里闹人这样子的，看不到下面，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。好，给我斧头，拜拜。不屑捡你的武器，嗯。啊，吓死我了，还要反应够快。给我刀子。哇，这要丢掉。嘿，再来。失误。好，下去。哇，好强哦。好，死了，走。喂，超级连段。棒子给我，好，丢掉，走。哎，我应该去捡我的包子的。好 ，OK。这个是怎么样？跳跳，然后闪过去吗？他的连段其实可以连很多段，连得好的话，应该可以造成很大杀伤力。好，钱，哎呦，这里有陷阱，上去。哇，这个也有陷阱，先存档。好，这边是可以直接过的吧？因为它这个是。是吧？好，赶快过，赶快过，有东西。减5%机关造成的伤害还不错，但是5%好像不多。好，走了。这边刚存档过了，又是我满了，我血满了，没有办法了。走，哦，又来了，哦，好强！给我吧，棒子！哦，这个好强！哦。太有信心的，有信心就是不一样。哎呦！好恐怖哦！哦，是谁丢的？这个吗？哦！天哪，我损血了！哦！好，来回跟他玩就可以了。这家伙钱很多哦，就这样过了，继续。蜘蛛绳索后可以再次跳跃。哇！自己配音，似乎没那么容易。好，进去吧。
这个可以开吗？不能。又是武功秘籍来了，第三步春雨飞是春吗？还是庄？好吧，有点像是，这感觉好像是寸拳、流影拳第三步春庄雨飞。对不起，这个我不会念，不知道是春还是庄，应该是庄吧。好，由神隐老祖真切，对不起，自创之独门呼吸法，将全身内劲凝聚于拳风，在一口气发出，被拳击中的敌人不止后退两步。对不起，不止退后步履，甚至能腾空飞起。某次真切在山中修行，遇到黑熊袭击，真切不慌不忙，以拳头撞击，应该是念撞没错了啦，撞击昏黑熊，然后并让黑熊腾空飞起数丈之远。太夸张了哦，这真的很浮夸哦，眼见为凭好不好？怎么用？我可以直接按滑鼠的右键就可以。又是包子，太棒！我很需要包子。好 ，OK， 走吧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哇哦，很强哎、欸，真的是飞数丈之远哎、欸，这个没有在开玩笑的。而且旁边都有陷阱，所以基本上一打，然后就撞到陷阱，然后就死了。哇，这真的便利呢、欸。这应该只是试我这招而已吧，完全不需要用其他招式啊。好，按到其他招式了。来，来，好了，过了。这个一罐子，这一趴的罐子加什么什么没看到，好，没看清楚，但是不重要，走吧。存档，哎、欸，我有拿棒子哦，棒子不需要，棒子会影响我的身手。直接把它打到去陷阱后面，其实也可以，所以直接用寸拳就好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庄宇飞才对，是不是？轻松，写意，就是让你练这招的。哎呦！好，哎，这家伙打不飞，这家伙，哎，啊，我的气不够了，啊，死前再给我斧头 ，OK， 走吧，啊，好，丢掉。说过了，武器会影响我的身手。好，这是大道城下水道了。存档，走。第一张直接给他玩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走。哦，好强哦！这个连击，如果带下去的话就更完美了。可惜没有。好，这个要怎么过？感觉没有到很难，但是反应要够快，不然很容易就掉下去了。走，这下面可以过去，不过先进去好了。四本了吗？都拿到了，这怎么念？我不敢献丑，反正就是一个技能。好，六影拳第四步，什么地？将真气凝聚于后脚跟，如巨斧般劈向大地。除了能对敌人造成重击之外呢，更能击碎阻挡通道的障碍物。由于真切呢行事低调，亦无对外招收徒弟，其武艺只由真家弟子代代相传，因此对于流影拳击神隐门的一切，在江湖上鲜少有人知晓。就是 S 加 K， 这样吗？对，好，走吧，帅，又来了。来吧，哦，
好，没事，目前都没受什么伤。哦，受伤了。好，刚是顺便打回去的那个火药。锤子给我吧，不是锤子，是斧头。死吧！好，拿到什么？加一的火瓶使用量。哇，你太帅了吧！你去打五层哎。好，走。啊，丢掉武器好了。这里是可以进去。我觉得地图有点乱了。对，真的是。这要上去的话就好，上去了。有吃的，好味。好，再来走这里。存档，进去，又来了。哇，这个没办法，对，这太壮了。我天哪，我刚被烧到吗？好来，呜，这个好强。好，这边都死了，换你了，真偷袭！哇，先攻击你们好了，搞定。又是这个永久 buff 的，加二军刀使用量。这边上不去，只能走这里。好，补血的，他补血的其实很给的很够啦，所以就不会至于太困难。嚯，又是这个，没有闪掉。好，反击，给我吧，你的棒子。还想丢，还想丢，啊！这个要怎么上去？反向上去，再跳一下，然后再用招式先丢掉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补血。啊，毒物不是毒物，是毒瀑布。下去吧。欸，还没死啊！欸，死了。啊，这个怎么上去？这个好难。哦，过了，一次过诶，顶信长地下室到地下室了，总算。看来就是这里，诶，到了吗？我这雕像好大哦。阿才，假茶的标签都换掉了吗？老板账真的好吗？喝到假茶的人会生病呢。豁出去，钱进来，我家就发大财就好了，管这么多。来了，我实在看鸟无点呢，低头等啊！原来你不止滥收出去，还卖假茶，我真的太小看你的猪头厂。廖天丁，你今仔日是自投罗网啊？嗯，好，他已经讲了。土豪猎僧王文长大战神隐无踪廖天丁，好，够 local， 我喜欢。哎呦哎呦，什么东西？我这可以有办法打回来吗？来啊，等你。没办法，好，我放弃了，直接攻击了。哇，好痛！给我什么东西？枪欸！呼呼！我这什么？哇，他还有暗器，不公平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被撞到，战人撞到，他攻击判定范围很广欸。糟糕，我要先吃了。好，吃瓜吧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痛！哎呦，
要认真玩了。好，给我。这是什么？他的棒子在我这里吗？好，继续。后面那个雕像居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进来吃的。哎呦！哎，我的技能呢？哇哇！还有机关枪扫射，这个犯规啊！又来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哇，好痛！其实还好，没有到很痛。好，我跟你拼了！来哦！来，偷点什么东西？又是枪！呼呼，枪欸！好，他快死了。接三该，穷途末路了。哎呦，还要丢子弹，拜拜了，最后一下了，来了，硬碰硬。好了，赢了吗？可恶的掉天钉，失败。B。哎呦，掉天钉。倒转身子一记反踢，将袭来的金球击回黄金雕像，倒挂金钩，金球击中雕像胸口，强大撞击力引爆后方火药，金库瞬间成为火海，点心仓也即将倒塌。哦，不要杀我！杀你这猪公干嘛？可怜啊！好，他把东西拿回来了。倒是你从乡民身上抢走的东西，我要带走了。阿彩，快带着你老板逃命吧，这里快倒了，以后好自为之吧，猪头厂。阿才刚这样带我带他冲来冲去也累翻了，好不好？怎么逃？老板，我们快走吧！正当阿才要开门时，门却不被推开了一道黑影伫立在门后。是你？是谁？糟糕，又被灭口了。Oops， 没了。好，结束了。对，第一章就是这样，其实也不算短。细节做了蛮多的，我觉得他细节做的蛮好的。然后呢，在对战方面的流畅度呢也是 OK 的。好，然后打击感也算有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拍到这里。如果他有出这次版的话呢，而且各位喜欢看的话呢，再留言告诉我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玩这个游戏的影片喽。喜欢的话呢就按赞，不喜欢就点不赞。下期见，拜。Ma ci sei tu a tuo cibo d'amore, delle belle turbando e riposo, ma ci sei tu a tuo cibo d'amore.